王力宏情陷机器人，老婆郭靖送冷血新欢王力宏筹备2年的新专辑 AI 爱即将在年底与粉丝见面，同名新歌 AI 爱今数位上架，他在 MV 中首次与拟真机器人谈情说爱，以往都是真人扮演机器人，这次是首度由机器人下海实际拍摄。 MV 中第一创举是由来国际最新科技研发制造的拟真机器人 Sapphire 饰演王力宏在 MV 中定制的完美情人，他与王力宏有不少亲密对手戏，从初识约会到结婚，由王力宏饰演的人类与机器人交织成的日常生活。他坦言第一次以拟真机器人拍摄难度很高，这也是 Sapphire 首度与人类合演对手戏。有趣的是，因剧情需求，王力宏需与机器人 Sapphire 结婚，为画面逼真，他特地向老婆李静蕾借结婚戒指来拍摄，最后却因 Sapphire 拟真机器人手指太粗，尺寸不符戴不下而作罢，这也让李静蕾开玩笑大喊史上最大方，跟老婆老公跟别人结婚，老婆还听话亲自送上婚戒。除了找机器人演出，他也邀请致力研究机器人的科技业龙头李开复客串演出，好友林志颖也一起相挺出借前往超跑并陪伴拍摄。林志颖在 MV 开着蓝色林宝坚尼，邀王力宏一同试乘几千万元的白色迈拉伦，还亲自示范甩尾特技。王力宏与林志颖的两位娇妻更是全程低调陪伴他们工作到天亮，王力宏大赞林志颖义气，感谢他力挺新歌 MV 的拍摄，女星惊爆险遭富商性侵崩溃发抖。他很坏，贝拉张怀萱几年前拍风水世家出意外颈椎断裂之后无法再拍戏，几乎退出演艺圈，转战生计产品后今开记者会找来好友王彤站台。由于昨他爆出被富商硬上提告的官司，今现身备受瞩目，连 SNG 车都来。被问到性侵一事，张怀萱哽咽，毕竟是女孩，当初人家说要帮一把，没想太多才遇麻烦。她补充说，去年下半年有位置做人，介绍一位大老板给她，可以帮她拓展业务，她回想起来怀疑遭到设计，为此她还多次接受性侵家暴中心的心理辅导，对方从停车场追到车上对他做出不堪的动作，由于他颈椎受伤无法挣脱反抗，他一度说不出来，遇到这事情一段时间了，只能说女生要保护自己身体很重要。最后他将在台上发抖直说，我会怕，他很坏，不承认似进入法律程序，对方也正式被起诉薛之谦复合前玩裸妹照曝光，深情形象受打击大落歌手薛之谦日前与前妻复合，让不少人觉得形象深情，但复合后最近却频被爆料，王伟李雨桐指出两人有金钱上的纠葛。而根据路媒报道，薛之谦还被曝频频约包，和前妻复合前一晚还和许多美女在 KTV 里左拥右抱互动亲密相互喂食，关系看起来相当复杂。李雨桐一开始爆料时曾被认为是假新闻，但随着他拿出双腿受伤的照片揭穿3年前薛之谦 PO 的车祸照，其中腿部受伤的照片其实是他自己的伤口，让许多网友开始薛之谦起疑心，再加上薛之谦自始至终不回应，更让人认为这起事件似乎不单纯周星驰就照曝光。
书店当文青也能搞笑，周星驰的电影作品总是让大家印象深刻，一再回味。最近有网友在就发出给张星爷的旧照，可以见到他在书店内看书，展现文青的一面。日前有网友在微博上分享周星驰的旧照，并透露访问过周星驰几次，某次他为女作家张小娴进军台湾站台，显然成效不彰，还表示周星驰本身就不太好访问，最后吐露这两张照片的由来，为了证明他真的很爱阅读。他还特地到诚品书店摆拍看书，所以可以见到周星驰坐在书店的地上阅读，还搞笑的拿起一本书遮住脸的下半部，并且眼睛瞪得很大。薛之谦复合前玩裸妹照曝光，深情形象受打击。大陆歌手薛之谦日前与前妻复合，让不少人觉得形象深情，但复合后最近却频被爆料，王伟李雨桐指出两人有金钱上的纠葛。而根据路媒报道，薛之谦还被曝频频约包，和前妻复合前一晚还和许多美女在 KTV 里左拥右抱，互动亲昵，相互喂食，关系看起来相当复杂。李雨桐一开始爆料时曾被认为是假新闻，但随着他拿出双腿受伤的照片，揭穿三年前薛之谦 PO 的车祸照，其中腿部受伤的照片其实是他自己的伤口，让许多网友开始薛之谦起疑心。再加上薛之谦自始至终不回应，更让人认为这起事件似乎不单纯。薛之谦复合前玩裸妹照曝光，深情形象受打击。大陆歌手薛之谦日前与前妻复合，让不少人觉得形象深情，但复合后最近却频被爆料，王伟李雨桐指出两人有金钱上的纠葛。而根据路媒报道，薛之谦还被曝频频约包，和前妻复合前一晚还和许多美女在 KTV 里左拥右抱，互动亲昵，相互喂食，关系看起来相当复杂。李雨桐一开始爆料时曾被认为是假新闻，但随着他拿出双腿受伤的照片，揭穿三年前薛之谦 PO 的车祸照，其中腿部受伤的照片其实是他自己的伤口，让许多网友开始薛之谦起疑心。再加上薛之谦自始至终不回应，更让人认为这起事件似乎不单纯。薛之谦复合前玩裸妹照曝光，深情形象受打击。大陆歌手薛之谦日前与前妻复合，让不少人觉得形象深情，但复合后最近却频被爆料，王伟李雨桐指出两人有金钱上的纠葛。而根据路媒报道，薛之谦还被曝频频约包，和前妻复合前一晚还和许多美女在 KTV 里左拥右抱，互动亲昵，相互喂食，关系看起来相当复杂。李雨桐一开始爆料时曾被认为是假新闻，但随着他拿出双腿受伤的照片，揭穿三年前薛之谦 PO 的车祸照，其中腿部受伤的照片其实是他自己的伤口，让许多网友开始薛之谦起疑心。再加上薛之谦自始至终不回应，更让人认为这起事件似乎不单纯。